我是 Hans， 我是这一次剑侠世界的犀利哥。犀利哥啊，没钱你想来真盟主？玩剑侠世界，极龙门眼。拍这个非常辛苦，大家都很辛苦，穿古装，尤其是我，成功片场的人气开到最强，但是我一直在流汗，大家都冷，都我很热，因为我至少穿了六七件的衣服，而且每一件都非常非常的厚。所以呢，也谢谢大家这么的辛苦，也谢谢导演，啊，导演这么慧眼识英雄的让我来演犀利哥的角色，谢谢。